新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啊？等会儿，你把腿抬起来，我再看看。看，哎呀妈呀，姑娘，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。现在一般人钓鱼用杆儿，你钓鱼用腿呀、啊？啥意思啊？哎呀妈，这鱼咋的？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？这是啊？哎呀爸，能不能别那么老土？这叫时尚。再说了，这换季了，天越来越冷了，我先买上厚点的暖和吧，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。没有鞋穿，你找你爸呀。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，请看。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，手工打造，价格低廉，不要888，不要688，不要488，今天只要280。爸，你太忽悠我买你的鞋呀、啊！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，以前买的还搁那搁着呢，我又穿不了。你怎么穿不了？我啊。爸，你看清楚了，我你这颜值、啊、这气质、嗯、青春美少女、嗯、我搭一老头鞋这能好看吗？姑娘，你太不时尚了，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，对不对朋友们？哎，你穿上试试，保证好看。我不穿，不穿难看死了，我不穿。你看你看，你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？哎呀行吧，你不信不信，你看你看这好看吗？好不好看？走两步给大伙看看。音乐。好看不好看？谁说好看？好看送你穿了。哎，烫死了！这孩子，你这什么玩意儿？烫死了！小美丽，哎，来小倩啊，倩儿，干啥呀？咋的了？哎，倩儿啊，啊，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。范爷爷，哎，让我猜一下，你是不是想卖我鞋？你咋知道的？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。告辞。回来。我看你说你都多大岁数，你那么没正形呢你。就是。哎，打你小子。哎，小美丽儿，你咋的了？是这么回事儿啊，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于出手，可是我一下找不到买主。买主还不好找吗？啥货呀？我买。你啊，满兜上下就3块钱，到底买啊你？我这个卡。太好了！当当当当！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。是吧？啊，不贵，288。多少钱？288呀。你想赔死啊？我花688都买不着，你有多少我要多少。没多少，就15双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，给你啊。别说15双，150双都没问题。真的啊？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。小美玲啊，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，是不？也是哈、啊。哎，但说好了，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？啊，都要了。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。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，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？去哪儿呀？跟我走。哎，我是大客户，你说去哪就跟你去哪呀。你个熊崽，你你爱来不来。哎，等我会儿啊。这幸福来的太突然了，不过去了你。哎呀，师弟呀、啊，和幸福喝点。嫂子、啊，你说说，这也太巧了，咋就在这儿碰着你了呢？是，我这在这儿找个人儿。哦，那这就是我的家。是吗？啊。哎呀，这装的也太阔了，我。好吧。啥时候搬来的？2年多了呗。
你说一打搬到这儿啊，再也没见着你。是，我得了点病。啊？你得啥病了？那老范没告诉您？没有啊。这家伙，算把我忘得死死的了。不可能。俺家老范那当年拜你爸为师，是不是你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，吃的是一锅饭，住的是一个床，他能把你忘了吗？啊，对了，你们俩还一起当年追你那小师妹，那小师妹一下子叫你给拿下了，老范没挠着，这家把他气的掉过头就奔我来了。哎，对了，老范呐，哎，别喊他，别喊他，你要喊他，我马上就走啊！回来，回来，回来！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，我都不在乎，你看你还，老范，快出来看看谁来了！哎，我看看谁来了！来，你看看谁来了，请看。师弟，真是我师弟啊，师弟！也别搁这扯。师弟，真的是你吗？我不是我，我是我的模仿秀。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。咋的？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？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，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，就跟个植物人一样。我让你失望了，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。师弟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有病，什么事都不明白。可是我想你，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。发啥微信呢？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，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。哎呦，行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？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。师弟，快坐，快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。你说你哥俩哈，一见面就掐，这到底是为了啥呀？你听他。老范，咋回事啊？半年前，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，去看个病。结果到医院一诊断，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。大夫告诉我说，你得了这病啊，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吧。我父母双亡，没亲没故，没有子女，只有一个亲人，那就是我的媳妇儿了。我不是答应你了吗？我说兄弟，你就安心养病，你就把媳妇儿和家交给我，有我在你就放心吧。你拉倒吧你，就我得病以后他一次都没去过。老范头啊，老范头啊，你真不是人呐。啊，那师弟躺在床上昏迷不醒，你说那个家就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得有多少困难呢？你咋就不帮他呢？啊，你咋这不是物的？哎呀，这不是物的，这不是物的。哎呀，那我去又不对，不去也不对，那这到底为啥呀？因为你不是物。我是个人，你老让我是个物干啥呀？你还知道你是人呢？我是个男人。对，是男人就应该有担当，说话就得算数，一言九鼎。既然答应帮人家，咱就得帮到底。为什么一到困难的时候，你就当缩头乌龟了你呀？你说，你不是？别，嫂子，你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。弟弟啊，你别责怪你哥啊，他这人就那样，以前他犯过的错都有嫂子弥补，你放心。嫂子，你别说了，我都懂了。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贵人出现了啊！他让你弟妹重新拾起了他家祖传的手艺，他还每月拿现金去买他的作品，不但解决了我家的困难，还鼓起了你弟妹生存下来的决心呐！太好了！啊，那对了，那我弟妹他家祖传的手艺是啥手艺啊？就是做鞋。啊，就是这样鞋。对，就这鞋。哎呀妈，做鞋呀、啊、你等着。哎呀，还让我弟妹做啥鞋呀？来来来，你看你看你看，哎呀，我们家的鞋有的是，你看。哎呀我的妈，哎呀我的妈、哎呀，
是我的恩人吗？哎呦，你们哥俩说啥呢？咱们是一家人，亲兄弟。兄弟，大哥。